我哋每逢做晚课嘅时候咧，做到三皈依之前咧，即系差唔多系未圆满结束之前咧，咁有一句偈叫做普贤菩萨嘅警察偈，叫做警众偈，或者有啲人有啲都叫做无常偈都会有嘅。咁呢句说话点讲咧？呢句说话系咁嘅，佢话是日。以過命亦除減，如小水魚，斯有何樂？大眾當勤精進，如教頭言，但念無常，慎勿放逸。呢句咪呢句警察警眾偈好重要嘅喎、哦，每做完晚課，我哋都要眾嘅。咁呢個警察計警眾計點解呢？是日已過，即係話今日又過咗啦。因為做晚課嘅時候咧，係黃昏嘅時候。是日已過，時間又過咗啦。命亦除減，自己嘅生命咧又減咗一日咯。每一日一日一日，自己嘅生命係逐日逐日減嘅噃，唔係逐日逐日增嘅噃。可能你我哋大家唔會發覺。我哋嘅生命喺某一天會終結噶嘛？如果終結嗰日，我哋而家開始計算，每一日過一日，咪就減一日咯。即係命亦除減啊！每一日過一日，你個大家嘅命咧，命亦除減啦，亦都係減咗一日。如小水魚，斯有何樂？就好似喺個池塘裏面嘅魚，嗰啲水蒸發咗啦，每日每日咁蒸發咗，就嗰啲魚水個池塘嘅水咧就減少咯，如小水魚就減少咗啦。斯有何樂？咁有咩快樂可言啊？就算有快樂，都係好短暫嘅快樂。如小水魚，斯有何樂？但係我哋喺個池塘裏面咧。游玩就覺得唔會覺得嘅，但係如小水魚，斯有何樂呢？即係我哋古時啲大德話俾我哋聽，要注意呢件事啊！我哋嘅命係每日每日減嘅，大眾當勤精進，如教頭言。大眾即係大家啦，咁有啲我哋喺晚課嘅時候咧，這個大眾咧又可以改念咗兩個字嘅喎，或者念佛當勤精進又得，大眾又得。當勤精進，我哋要勤力去修行咯噃，因為每日每日嘅命減咗啦嘛，每日每日嘅命，你仲唔去當勤精進，你唔去修行，一日一日就浪費咗你嘅時間嘅咯喎。每日如果喺嬉喝玩樂裏邊過度咗呢一日咧，浪費你嘅時間。所以大眾當勤精進，如教頭言。如果我哋每日所做嘅事，只係為維持呢個色身而忙碌，咁你冇曬修行嘅時間，你咁咧就變咗每日每日減時間咧，一到無常嗰日嚟噶，就往生或就離開呢個世界啦。咁所以我哋當勤精進。要努力去修行咯，咁點樣修行啊？你要學習佛法，要學習佛法先係知道修行點樣去點樣去修行。如教頭言，就好似教個頭，如果你個頭髮著火啦，你唔可以等嘅喎。頭髮著火啦，你即刻要撥熄啲火咯，唔係燒到個頭嘅咯噃。我哋修行。我哋一日一日個命脈減啦，我哋修行呢個急切性咧，就好似自己嘅頭上著火，你要救火如救頭燃，你要用咁嘅心態去修行喎。如果你嘅心態去修行嘅，每日度過咗若無其事，喺懈怠放日之中度過，或者喺忙碌之中度過，為咩嘢忙呢？為衣食住行而忙，為身體而忙，為別人而忙，為
家庭啊、子女啊、丈夫啊、家婆啊、兄弟啊、姊妹啊、工作啊，为呢啲而将嗰啲时间冚唪唥打发晒，忙碌晒啦，忙碌晒都是无常到嚟嘅时候咧，无常即系咩啊？死亡嗰日到嚟嘅时候咧，相隔一生，又系一生，呢一生就过咗啦。但系修行嘅人唔系、哦，以前啲祖师大德一早话俾我哋听。不要浪時間啊，你還等，就好像救個頭著火那麼急切，但念無常，神勿放日啊，這個世界是無常的。為什麼無常呢？沒有一樣東西是永遠的，全部都是在變更之中。當我們有朋友、親戚、朋友、家人去世啦，尤其是屋企嘅人去世咧，我哋感觉到好忧伤、好哀戚。但系你回心谂下，经文里边讲，爱不重不生娑婆。你嘅丈夫、你嘅妻子、你嘅儿女、兄弟姊妹，全部系因为两件事而相聚在一起嘅。边两件事呢？我只是讲家庭先啦，唔好讲朋友啦。家庭是两件主要的事，大家今生再相会的。哪两件事啊？不是亲恩就是亲怨啦。亲怨点亲怨呢？今生嚟是讨债还债的，咪親恩親怨咯，你未必同佢好噶，佢未必想念你噶，呢啲係親怨而相聚在一起嘅。親恩而相聚在一起嘅咧，就係、是、因為以前有個未了之緣，有個緣分，今世繼續。如果係阿羅漢得道嘅聖人。我睇見啲經文上面講咧，有啲阿羅漢喺定中咧，見到宿世嘅父母，當父母去世嘅時候，為佢而哀戚，為佢而痛哭。但係而家睇以前幾多世幾多世前嘅父母，哦，佢而家喺生咗天啦，或者哦往生咗西方極樂世界啦，我心生啊好歡喜啦。好啊，有啲父母咧。往去了三惡道了也都會有的，做惡事業多的去三惡道了，去三惡道的時候呢，他心當一體的時候，有些阿羅漢呢，他的愛欲已經斷盡了嘛，他就不會有什麼憂戚了。但是人就是這樣的，愛不重不生娑婆，當某人去世的時候呢，一定是很哀傷的。但是我們佛經上面經文說，如果你為宿世的父母、親人哀傷所流的淚，無量劫以來就如大海那麼多，可能大海都裝不盡。這一世的父母、親戚朋友、親戚去世了，你為他而哀傷，哀傷了之後，那他就往生了，往生了又下一世了，又下一世有未了的緣再繼續，無未了的緣就不會繼續。呢、这個係講親恩嚟講嘅，就算係我哋嗰啲世俗嘅出家人、世俗嘅僧人，屋企嘅人往生咗，屋企嘅人去世，都會好哀傷，都會思念嘅喎。呢個點解咧？喺四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初果見惑斷咗大部分，思惑仲未斷盡。仲尚有我愛嘅噃，佢仍然係想念佢嘅屋企人嘅，可能為佢屋企人而哀傷，因為佢嘅見思惑未斷盡啊嘛。除非去到四個阿羅漢，無我人眾生受者四相，佢斷盡啦。尤其是半途出家嘅出家人，何謂出家？出家人叫做沙門啊嘛，出家又叫做又名沙門。何謂沙門呢？慈親出家，悉心達本，是為沙門。他以為辭了親人出家了，割了這個
親恩親愛而去出家，咁以為會斷盡啦。但如果佢半途出家，佢仍然係想念嘅，仍然係掛念嘅，因為佢個愛見未斷盡啊嘛，仲諗住出家人，仲諗住屋企人嘅。尤其是我哋修行，我哋修行嗰個道行未夠，初果尚有我愛，仲未斷盡，仲要輪轉喺欲界裏邊七次，如果仲要嚟欲界一次，叫做一來，三個咧就斷咗呢個欲界，因為佢個我愛咧已經慢慢慢慢係好細微啦。咁呢個愛呢個呢樣嘢咧，就係我哋嘅生死根本。我哋尤其是我哋俗世人咧，斷唔到呢個親恩親愛，好難斷。阿羅漢除非係達到阿羅漢四果咯，見或思或斷盡。所以不單只係俗家人有呢個我愛我見，就出家人如果係半途出家嘅，或者佢嘅修行仲未達到某一個程度嘅咧，一樣係好有好重嘅娑婆之親恩、娑婆之親緣。但如果你回心諗下，一個人嘅死亡係咪永遠結束呢？此生則彼，此死則彼生。呢度佢完成咗呢一生啦，又走落去第二生。咁第二生係點呢？咁啊睇佢嗰個業緣而定啦，睇佢嗰個善業惡業，又走向下一生啦。而呢一件事咧係不可逃避嘅事，一定會發生嘅事。但係人就係咁嘅，人嘅親恩親愛咧好難斷嘅，除非你同某人係冇咗親恩，只有親怨。如果只有親怨嘅咧，你唔會為佢而傷心，唔會為佢而流淚，因為大家有怨恨啊嘛。所以唔係恩就係怨，這個恩怨話俾我哋聽，全部都係無常嘅。將呢一生一過咗之後咧，又生又下一生就下一世啦。但係睇住無常，睇住親恩親怨呢啲咁嘅感情上嘅糾纏，我哋永遠跳唔出，我哋跳唔出呢個世間嘅糾纏，所以我哋仍然就喺欲界，仍然喺欲界，喺欲界之中。色界尚且，雖然欲念冇啦，仲沉著於物質，仲有物質嘅概念，除非你去到無色界。咁所以佛經話俾我哋聽，諸法無常，冇一樣事係永遠嘅。但係雖然係咁，但係我哋仍然咧係呢個親愛、親緣、親恩咧，永遠都係糾纏落去。愛不重，不生娑婆。有呢個愛咧，如果是不明白佛理呢，還以為這個愛呢是應該的，這個愛呢是 很寶貴的，很珍惜的。當然報親恩是要，但是執著了恩愛呢，就是生死的根本。就怎麼可以斷了這個恩愛呢？唯有是修學佛法。如果你道力高一分，親愛之情斷多一分。所以半途出家的人，如果能夠斷親恩、斷親愛，去到徹底嘅咧，咁佢呢個係好有境界嘅一個修行者。如果係童親入道嘅，至少出家嘅咧，佢根本係孤兒出家啊，或者佢冇家庭上嘅呢一生裏面冇家庭上嘅親恩親怨咧，當然佢唔知道呢回事，但係佢又可能有其他嘅恩愛，有其他嘅煩惱。所以呢，但念無常，慎勿放逸。就啲生死話俾我哋聽，每一日大家嘅壽命減少㗎啦，唔會增加嘅。但係雖然係咁啫，我哋每一日都係為呢個色身，都係為呢個色身而活動。每日食早餐、午餐、晚餐，就工作，為家庭、為兒女。就呢一生就忙碌過去啦，忙碌過去咧，完全冇學習到佛法，冇去修行，
結果無常一到嚟嘅時候咧，又輪轉下一生啦。咁如果我哋有修行同冇修行嘅分別就好大咯。點解修行同冇修行嘅分別好大呢？如果你平時，例如你係專修念佛法門嘅，如果你真係到臨終嗰一著咧，真係能夠一心不亂咧，就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就唔會喺娑婆世界六道裏面輪轉咯，係超越咗呢個六道輪迴咧，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。喺西方極樂世界咧，就冇咗人生嘅痛苦，只有快樂，所以叫做極樂。咁如果你話你唔係修念佛法門嘅，啊，你修止觀，你修你係修心嘅，修止觀嘅，咁你下一生咧，逐生逐生進步，即係好似初果、衰陀門果，係。如果佢證到初果咧，下一生又修行二三四五六七，大概七世裏邊大概嚇，咁佢就可以超脱生死啦。啊，呢個達阿羅漢果啦。但喺呢個過程裏邊咧，佢仍然係要生死。咁所以修行咧，如果係講快速嘅咧，一個方便法門咧，就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用咁嘅方法去修行咧，係一個捷徑，係一個方便法門。咁所以法門無量，法門有無量嘅，我哋要學法門。咁今日如果大家聽到呢個無上咧，你自己諗下啦。雖然是生生死死是眾生必經過的階段，除非你已經成佛開悟，不然呢永遠都是生生死死在個生死裏面流轉。而生死呢就是愛慾，在娑婆世界裏面就是一種愛慾 的體現來的。如果你能夠離開這個親怨呢，你的修行的境界又高了。